婉婷就是闵大成的女儿，崔连峰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 你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证明吗？是你让他诬陷我的吗？是你吗？崔连凤，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本打算让你偿远航的命，但是看在你在穆家十几年的份上，我饶你不死。 我会写一纸休书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穆家没有任何关系。爸，你不要赶妈妈走，我求你了，一切，这一切都是穆婉晴她指使的。婉婷，谭司令，谭某此次不请自来，实在有些事。只不过在人犯闵大成身上搜到了一张东西，我实在不敢隐瞒，与您有关，与。 与我有关，吴公，您还记得这女童是谁吗？照片是婉晴小时候的，夫人，您也看看吧。 你为什么会有我的照片？当晚闵大成冒死前回当铺，就是为了烧掉这张照片。他不曾婚娶，也没有子嗣，所以我一直好奇这照片上一只手的女人和这孩子到底是谁。这不是问题。 只是长得像而已。哦，是吗？那这上面的镯子怎么和您的一模一样啊？不是，陆公，您看看呢？这位梁医生，您还记得吗？ 18年前就是他替穆夫人接生的，对，他就是为婉婷接生的梁医生。梁医生，婉婷小姐出生时是足月吗？婉婷小姐确实是足月所生，可你为什么告诉我不足8个月，让我好生照料？是夫人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这么说的。 那我来告诉你是怎么样的。你和闵大成私通怀了身孕，所以你才替我妈妈去守孝。婉婷，就是闵大成的女儿。妈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，妈？<笑> 说话呀，妈！妈，你说话呀，妈！妈，你终于达到目的了，是吗？你终于满意了，是吗？你处心积虑的回来，就想算计，就想看到今天的我，是吗？ 我只相信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们穆家还是有公道的。好。